烤的是什么呀？嗯，火鸡。火鸡啊？嗯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今天晚上给孩子煲点汤喝啊，煲点棒骨汤。这是我提前画好的棒骨，就是提前泡好的那个菌菇，泡了点菌菇，然后现在把肉先溜一溜。因为航航现在也有那个不能吃虾，然后也不能吃羊肉。他熬点汤喝吧，因为现在也还是那个过敏，荨麻疹过敏，好多东西忌口，给他熬点汤。醒了，起床吧，起床上厕所。还困呀？还困不困？走吧，晚上给你煲汤喝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起来了。要不你躺着，妈妈去给你弄汤喝了啊。你待会儿自己出来啊。溜一下，放点料酒、葱、姜。小鸡是呗，躺好了啊。小鸡是不是过来？哎，小鸡又出来了，是呗？然后下，对，小鸡摸了。嗯，那就能变出来了。OK， 那这下叫它下鸡呗，火鸡。对了，来一下，又来，再来一个捉鸡，不是蛋白挂鸡吧？是真的，不是的。放锅里。开始熬，其实我也不太会熬汤啊，就瞎熬吧。然后先小火熬汤，再放这个菌菇。好哈，来妈妈想进火车吧。嗯，来吧，开始。小火车，滴滴滴，三二开花二十一，三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三八三九二十一。把菌菇放进去。哈！俩还想吓我呢，是吧？哎呦，好吓好吓，吓我一跳！我姨送了一盆这个小龙虾，今天把它吃了，但是航航他不能吃。给航航炒个西红柿鸡蛋，米饭已经快好了。你妈妈吓我一跳。谁让你吓妈妈了？我吓妈妈了。我给弟弟的，刚才我给弟弟的嘴，然后我爸爸，然后我还没看见妈妈，妈妈都出来了，吓我俩一跳。你们大一跳。要努力，但是容易，拔不出来没关系，至少换一个地图。你看到这个东西，真好吃。我尝了一口，我跟你说再吃啊。对，不要这个，然后往下，哎，对，抓住这个尾巴，一薅都薅下来了。妈妈，嗯，我也想吃龙虾。因为咱身上起疙瘩，身上不起疙瘩了再吃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不是吃着药呢吗？对吧？
不吃药，不起疙瘩了再吃啊。嗯。一会儿喝点汤，吃点肉肉，吃点鸡蛋，好不好？好。更好吃。嗯，更好吃。再加一个蛋吧。快吃吧。更好吃。真好喝，真好喝。